千人千面兵马俑是胡三人身上飘出来的，一尊破碎的解开了面体。28年前一部家喻户晓的中国史诗级电影《虎鲸大战秦俑情》，其中有一个令人啧舌的桥段，那就是主角张艺谋被迷封在秦俑之中，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但历史上秦始皇的兵马俑是否真的是用真人死人哭上黄泥烧制而成的吗？首先，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军队，这点不假，显然是陪葬品，而且还是在秦朝，用活体陪葬一点不为稀奇。作为殉葬品的兵马俑，其中有很多的战马都是活体掩埋的，随之便流传出兵马俑的秦俑也是用真人烧制而成的。因为秦俑的数量之多我们众所周知，最为奇特的是那么多的秦俑居然没有长得一样的，难免会有一丝神秘色彩围绕着。在兵马俑被挖掘出来后，专家们就为兵马俑做过 CT 扫描了，发现兵马俑的内部其实是空心的，并没有像网传中所说的那样是用真人糊上泥巴烧制而成的。再加上秦末之时的一些人为的破坏，其实有很多的秦俑都破碎了，从断裂的地方也能看出来秦俑内部实际上是空心的。那为什么会有兵马俑是真人烧制而成的这种传说呢？估计就是因为兵马俑烧制的栩栩如生，而且每个秦俑的面部都不为相同。要知道秦俑是动用了秦国全国的工匠制造而成的，而这些工匠并没有规划的模具，当时秦始皇只是给出了兵俑的身高的最大值。我们都知道技法严苛，连城墙砖上面都要刻上工匠的名字，更何况是秦始皇的陪葬品。所以给出推断，全国上下的工匠能烧制出精品的数量也有限，就如同卢沟桥上的狮子一样。还有猜测是在烧制秦俑的时候完全是按照大秦战斗力最强军队士兵的画像烧制出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兵马俑的千人千面就不足为奇了。您对兵马俑千人千面有什么看法或猜测？欢迎在下方留下评论，让小编看看您的脑洞大开。